家叫做陈莹如，她到美国的旧金山艺术学院去念艺术，她妈妈无情怎么办？裁缝一针一针赚取她的生活费，然后寄给她。但是她妈妈要付她钱的时候，每个月跟她对那个对账单。为什么要对？因为看不懂英文，所以呢，她跟她妈妈在电话里面看着听看不懂的英文在对账。整个画面只有她很干很冷，跟她妈妈在对账，还有她妈妈在打一卡打枪，整个这样的形状。可是她又说，虽然我没有在里面说妈妈我想你，妈妈我爱你，妈妈我对你亏欠很大，但是母女之情在这个作品里面一直都是存在的。所以他说，金钱跟我对我母亲的亏欠来说是没有办法比较的。他用这个作品来怀念感谢他的母亲。这个作品就叫 Transaction 裁缝，不是那个裁缝哦，是那个裁缝。他用这个作品来向他妈妈 say Arigato， 可以了解吗？好。